有些蜂蜜不是你要就可以买得到的。一般市面上的蜂蜜都是来自木香养蜂。燕蜜之家不加工的燕蜜，采自于野生林蜂巢，需要用玻璃罐包装，而且不带刺鼻的味道。燕蜜可以完全融化于水，你看水是透明的，养蜂的是浑浊的。今天就赶快来品尝这稀有的燕蜜吧。